李小蝶，我想吃糖醋排骨，亮点爆春碗汤放着，把水倒上。哦，大神，吃虾。 林小蝶，这是你朋友吧？有些事情，是不是不应该让客人做？哦，哎，冰儿，别播了，你就自己吃自己的吧。像这种伺候大少爷的事儿，还是交给我这个苦命的人儿吧。嗯，没事儿，小蝶，我真的是自愿的。 大神，再吃一个。 给你，少爷，味道不错，继续。大神，吃个排骨。哦，小姐，你人真好。 李小蝶，我想吃凉拌黄瓜，用公筷帮我夹一个。我还剥着虾呢，你不能自己夹吗？胳膊抬不起来，怎么哪儿都疼？刚刚怎么吃的饭呀？李小蝶，我想吃糖醋排骨，亮点爆春碗汤放着。 把水倒上。我不吃香菜，把我挑出去。你昨天还吃呢。我今天不想吃了，不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你做什么不可以呀？等客人走了，我绝对给你好看。